周选提名结束之后，各个阵营的候选人呢都在争取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内竞选拉票。没错，宾州行动党主席曹官友表示，尽管目前看起来整个宾州选举气候似乎更倾向于团结政府，但他还是提醒火箭候选人不得轻敌，要全力以赴确保赢得胜利。宾州看守首长曹官友这几天率领行动党团队到各个选区拜票时，强烈感受到选民都倾向于支持团结政府继续执政。不过他还是希望火箭团队不要轻敌，继续做好本分，直到胜利。我不要轻敌，小看敌对党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宣传的办法，但是个人认为在整个大选的气候看来，我讲他们的机会是比较渺茫。但是，尽管发出这个言论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团队不要轻敌，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，一直到胜利为止。曹官友表示，他比较担心的是，万一选民都认为行动党肯定会赢，所以大家都不出来投票。他借此呼吁选民踊跃投票，用行动来支持火箭稳住州政权。选民都认为我们保胜了，所以这个是有危机的，所以我们讲还是要呼吁选民出来投票，回来投票才能够让我们胜利。所以我们很害怕大家认为我们可以胜而不出来投票，所以这个是也是潜伏做一个危机。希望大家履行选民的这个责任，踊跃出来支持我们，用行动来支持我们。也是巴当哥打州席候选人的曹官友，今天到彭加兰哥打为候选人王宇航护航拉票。明天开始，他将回到自己的选区推出竞选宣传品，争取选民再一次给他委托继续领导宾州。接下来，他也会继续到其他选区为行动党候选人拉票。